够。哇，厉害，你好等。分别太高了吧？从那凳子上都湿了哈。啊，你看这上面是坐的样子。啊，还是我的那个手包拉的那个跑了。过天晴了，就是小了六种，嗯，小了包了，瓜家这回凉快了。走，参加了也拿六盒了。走，看我的肚，五元四粒，快点。这是吃稀了干净，不用稀吃。嗯。妈呀！嘿嘿，这给锅炒上了。这给这剩菜。妈妈。哎。俺姐一下到还走过这么点桥了。是，走的边啊。一二一，小刘能不能唱着呀？亮开亮开噻！哎呀，小刘。他给你要多给你。暴风雨雨了，世上有暴风雨。嗯。听到这个的样式可吃了，梳头了，整也梳头，接梳头了，真梳，不用洗，刚烧过浴，干干净。再吃白的，这样还有，我想想，这样还有多的，来。哎，你能不能吃干净的？老爷的样式都不到了，菜烧包溜了刀嘞。啊。而小宝是想了，这名字巧合的人多了，太干怪了。你这树的秧就在这了，把这头都烂了。秧实。嗯。爸爸，多个有好吃的，来吃。爸爸。又拿过酸了，人家这个尖儿拿过。哎。拿过酸了。你可是大六个。啊，也有。那不是拿都六，拿都。我这会儿直接都弄了。嗯。他说梨都熟透了呢，不是梨熟透了，他也来乱的。看上这些梨，还不是算坏了是不是梨？坏，这不是你家南菜。嗯。嗯。甜的。酸死了，还甜的。嗯。酸死了。他酸死了，甜的。酸呀。那是那酸的，我吃了好些了。乱呀，我就吃了，乱呀，我就吃了。乱咸的甜，你尝尝，这我酸死了。嗯，你尝尝这样。哦，这软，这估计应该甜。你看，娘种的甜我都这个。嗯。这过些时间就能吃了。嗯，他也弄的这甜糊吃的素甜。叫你老吃老姐，水煮我不吃，我吃了，我一直吃了这两天。你不是吃吧，吃老姐吧。他那乱我就吃了，乱我就吃。有点乱了，来。我不吃了，你家孩子吃老饼，家啥都吃。他鱼果煮，我快赶紧吃吧。嗯。煮熟的，煮娃说的煮的煮不好吃的，煮还好吃的。他都熟透了，他不熟透他就酸。嗯。